哇，这个太好玩了！王子殿下，屏幕里分明什么都没有嘛。矮裤，玩游戏也要像看电视一样，与屏幕保持一定距离。快点，快点开始啊！今天玩什么游戏？玩非常有趣还很有意义的游戏，我先给你示范一下，你看好。不用你示范，我也会玩。哇，你看，游戏里的主人公是王子殿下耶！是我是我，可是不经过我的同意，是谁把我放进游戏里的？这是不是说明您的名气越来越高了吗？有道理，那开始玩吧。矮酷，这个游戏可以跟朋友一起玩。朋友？哪个朋友？王子殿下，是我是我是我我我我我没有朋友。哇，开始了，是什么游戏？什么游戏？应该需要武器装备，头盔、盾牌、长矛。这是一个安全走回家的游戏。什么？就是走路？太无聊了，不玩了。奖励冰激凌哦。好吧，为了冰激凌出发。你为什么跟着我？我想在游戏里保护你。虽然不是您的朋友，只要能安全到家，就算游戏过关了。我太清楚回家的路了，闭眼睛都能找到。哎呀！平时怎么没看见？没关系，重新出发。玩具。哎呀！平时都没看见有坑，今天居然有两个。池塘。王子殿下，走路吃东西是很危险的。这是什么？好吧，从现在开始目视前方。但是王子殿下，如果看得太远也会有危险。我知道，看得太远就看不到脚下的路了。是的。哇，差点错过眼前这么好的东西。刚才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嘛。王子，莱米走路听歌是很危险的。艾库，你去哪儿？我不玩了。那冰激凌就全给比比了。重新开始。现在我知道了，走路的时候如果精力不集中，边听歌边走是很危险的。没错，王子。比比，下一个障碍物是什么？是对面过来的行人。好，那么你在前面走，朋友。王子殿下，走路的时候不能急，也不能在路上玩。安全很重要，我的安全。太危险了，在马路中央走更危险。好吧。王子殿下，太靠近行人的车也很危险，因为车门会突然打开。这都是什么呀？这么多陷阱！王子殿下，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看那边，看到家了。是吗？看到终点了。王子殿下，快跑，也有危险。你说什么？都看到家了，还不快跑？哎呦！怪物魔女！什么？居然站中间挡我的路，这是犯规，犯规！就这样吧，游戏结束了。虽然安全到了家门口，但是还有最后一关，能正确回答出我的提问就算过关了。提问？请说出走路时要注意的三个重要安全知识，好好想想哦，爱哭。好的，你来说，我的朋友。现在你需要我了，那我启动搜索功能吧。可以，但只有十秒时间。开始搜索，还需要32秒。古董朋友，关键时刻这么不给力，还剩5秒。不行，让我想想，想想，想想。冰淇淋，不是这个。走路时要仔细看，仔细听，还不能乱跑、玩耍、吃东西。很好，爱酷回答正确。哇，搜索完毕。完了。爱酷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现在就想吃冰激凌？比比，你太瞧不起我了，刚才不是学过走路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吗？爱酷，你真棒。
好了好了，好像退烧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都是什么呀，艾库？医生玩具生物煎汤。莱明患者，只要打一针就会好的。谢谢你，艾库。但是医生说，只要好好休息就能恢复。我们说好，等你病好了，就一起去游乐园玩，买好多好吃的，尽情玩一天的。哦，我可没这么说过。是吗？那你什么时候能好啊？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对了，艾库，你看到窗户上的花了吗？花。等那盆花开花了，我的病就好了。他这么厉害啊？是我这段时间太闹了，还把那盆花打碎了，都是因为我，他才病倒的。就是，还是他最喜欢的花。这样吧，为了让莱咪快点好起来，我们搞一搞气氛吧。好主意啊，王子殿下。但是我们怎么做呢？礼物，送礼物吧。太棒了，王子殿下。哥，送什么呢？礼物呢，主要是一种心意，还不能贵。那从什么开始送呢？等一下，王子殿下，首先要看一下绘图工具的安全使用说明后再。这么小的工具还要看安全说明吗？快点给我，快点在这里，王子殿下。好吧，今天我们就自己学一下安全知识吧。一定要小心使用绘图所需的颜料、蜡笔、刀、剪刀等工具，在使用过程中要边整理边使用，不能乱放，因为如果小朋友经过可能会绊倒摔伤的。不能因为蜡笔或颜料的颜色好看就去碰它们或放嘴里。蜡笔、颜料、胶水等这些东西对皮肤是有害的，所以不能用沾着这些东西的手去摸其他小朋友的脸，也一定不要把这些东西扔向小朋友。如果进到小朋友的眼睛里或嘴里都是非常危险的。纸张或是画纸看起来很薄很柔软，但是纸边也会划伤手指，尖锐的直角可能会伤害到眼睛，所以一定要小心哦。还有剪纸时如果用刻刀会容易伤到手，用剪刀会比用刻刀更安全。最后等画完后要把手洗干净，整理好绘图工具和材料放回原地，切记哟。艾库这家伙又在搞什么鬼？莱咪，别生病了，快点好起来吧，起来和我玩，给我买好吃的，照顾我。艾库，因为你病了，所以我特意为你准备了礼物，你看。什么？不是那边，是这边。艾库，这都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把你最喜欢的花摔碎了，真想让你看到你最喜欢的花，但是我不知道这盆花能开什么花，比比也说不知道，所以我决定把所有我认识的花都送给你。但是地球上的花种类太多了，还有也没什么，就是我决定自己亲手做一朵花送给你，可是我今天努力做了一整天，连20个都没做出来。但是莱咪你放心，还有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呢，我一定会找到你喜欢的花，亲手做好送给你，一定的。所以莱咪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艾库，谢谢你，我感觉我的病都好了。
我快热死了，你能不能再使劲扇啊？王子殿下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停，一点都不凉，越扇反而越热了。你这个古董机器人，快想个别的办法吧。啊，有了，你搜一下地球上最凉的地方，比比。啊，遵命，王子殿下。找到了，这个屋里就有个很凉快的地方。真的？在哪儿啊？就是冰箱里。比比，你看我想吃的东西吗？莱米说过，进冰箱里待着有危险。快找找，除了冰箱，地球上还有哪儿最凉快？是王子殿下，那就是。地球上最凉快的地方之一就是南极。比比，我只是按照您的吩咐找个凉快的地方。你真棒！谢谢王子殿下。真的是的，王子殿下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好冷 啊！怎么这么冷？比比，快启动你的暖炉功能！比比，你怎么了？比比，太冷了，我的电池。比比啊！哇，是暖炉。叔叔，请给我一个暖炉吧。欢迎光临。哇，种类好多，我要这个，这个，还有那个。请随便挑，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。哇，真的吗？耶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欢迎下次光临。伯爵殿下，我们为什么要卖暖炉啊？爱哭王子马上就能尝到滚烫的滋味了。啊，好烫。我得小心点喝，还是热的点好啊。一直这么暖和就好了。启动自动恢复功能。王子殿下，我回来了。王子殿下，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王子殿下，王子殿下，你还好吗？醒醒啊，王子殿下，王子殿下！这就是事情的经过。不要哭了，比比，爱哭多亏了你才能平安回家。你说什么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他。爱哭，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没有比比，你可能会被烫伤。烫伤？那是什么？烫伤是指皮肤被热气、热水、蒸汽等引起的皮肤损伤。艾库，你刚才在暖炉旁待的时间太久了，皮肤受热过多，所以轻度烫伤了。如果烫伤的严重，就不容易恢复到原来的模样，所以一定要小心啊。啊，烫伤这么可怕，那应该怎么防范呢？首先，远离有热水、火源、热油的厨房。会突然喷出高温蒸汽的电饭锅和茶壶，另外洗手池的水龙头里也会突然流出热水，都要小心的。这样啊。还有，如果靠近煤气炉的火焰或碰触暖炉等很烫的东西，也会烫伤，要小心哦。如果身上被烫伤，不要着急脱衣服，应该立刻用凉水冲洗，才能减少烫伤对皮肤的损伤。被烫伤后不要哭闹，要及时通报大人，如果情况严重就要立即到医院救治，知道了吗，爱哭？我以后会小心的，莱咪。还是暖和的地方好啊，再也不想去那寒冷的地方了。这么烫，在烈日下晒的时间长了也会烫伤的。
챙겨 입은 나이크. 왕자님은 어디 가신 거야? 검색해봐야지.